呢。再说吧，那个叫我这打字不方便，他跟我说话，我只能回个 OK。我看看，我等会儿我瞅瞅我今天的尾榜，今天尾榜35，妈呀，35，我要加油了。
过河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等会儿都捋捋。现在往下边我要唱什么歌了呢？我找找啊。感谢直面人生哥啊，谢谢我们非你不嫁哥，谢谢。那爱亲恩是不是？等我找一下啊。有场控就是好，歌名人都能给复制。欢迎许仙哥。升下调啊，这小电脑操控的时候不太容易。好了，丫头春燕要加我的微信，那你春燕你把你的微信私聊给我就行啊。谢谢我们的白莲哥。今天是母亲节，这首歌呢要送给的咱爸咱妈，祝愿天下的爸爸妈妈都可以开心幸福快乐身体健康。你说最近常想起我的小手和小脚，小手长大后再没有跟你要过拥抱，年幼的我在你背上留下多少欢笑，可现在回家才发现你们悄悄泪弯的多少次把我扶起，只是又摔了一跤。抬头的一瞬间，总看到你疼爱的微笑。如今不在你身边，你千万可别摔倒。叫一声爸妈，能有人回答，比啥都重要。都说养儿养女为了防老，可你总说自己过得挺好，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我却没在你身边尽孝。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等我成为你们的骄傲，看着你们黑发变白发，我怕你们再等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。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到高？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？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听话，不再让你们操劳。现场的宝宝们，你们现在有多少是已经是为人父母？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辛苦了。多少次把我扶起，又摔了一跤。
头的一时间总看到你疼爱的微笑，如今已不在身边，你千万可别摔倒，叫一声爸爸能有人回答，你傻又重要，都说养儿养女为了防老，可你早脱在你说的挺好，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我却没在你身边尽孝，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等我成为你们的骄傲，看着你们黑发变白发，我怕你们再等不了，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，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，是不是这辈子不让你们操劳，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，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，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，下辈子我操劳。谢谢上海风云哥送来的樱花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云哥，谢谢谢谢。也谢谢我们的白凉哥，谢谢。谢谢谢谢给我们投的票啊，还有礼物，谢谢谢谢。大相公，谁是大相公？谢谢温柔开的蓝勺货，谢谢谢谢。来人呐、啊，来人呐、啊，要护驾，他们要谋朝篡篡，篡直播间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切都随风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声，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
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喷火一声，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切都随风。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喷火一声，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可以把那个私聊发给我，你要想加号，让胖一会儿拉你下去。来了吗？在哪呢？杜鹃，杜鹃哥来了吗？在哪呢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黑皮，还有我们的川姐，还有感恩的心，以及我们的杨龙哥，还有白莲，以及梦醒，还有赵叶哥，还有我们的夕阳武士，以及梅子哥，谢谢直面人生哥，谢谢我们的梅子，还有我们的无情，以及我们的清风哥，杨妹儿上周心呀，不行，我们上不动了。那天我在这伤心了半天，哎呀，我一看，哎呀。我雪狼哥马甲咋没了呢？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失眠了一晚上，就因为这点事儿。你说我还不好意思问你，自己在那纠结呀，就四八二三没了呗。我现在是不是被人惹生气了呀？还是怎么回事？我就在这想呢，我从头想到尾，想的是天翻地覆。都天亮了，完了也没想明白，我就睡着了。丫头点狂浪需要啥礼物？陌路哥不需要礼物，等一会儿给你唱啊，下首歌给你唱。欢迎追梦哥，啥呀？就是没啥了。现在那个时候看你的马甲不是没了吗？我一寻思，可能后边我一寻思，我看我好像没有啥惹生气。我掐指一算，估计是出去跑骚了啥的不方便。完了，估计谢谢球，我估计。也就这两天吧，就穿回来了，就能上线儿。召唤吗？好嘞，谢谢我们的隐士哥。真的？你还想说你没有脱吗？就改了吗？这我在这直播也是没谁。在这直播，听到哥跟凡尘哥已经暗暗达成了协议，说不定哪天我告诉你要非是不直播了，你就找他俩就行，指定谋杀了，创位了，真的。谢谢我们的孟佛，谢谢孟佛，谢谢天涯比邻哥。直播间模式都改了，点歌找凡尘哥，都这样了吗？对，下方有一个真爱召集，我们下首歌唱狂浪行吗？我正好也休息一下，度过我们的战役团任务。欢迎那个，欢迎抢河哥，也欢迎无情哥。不对，无情哥还没有我的黄吗？谢谢我勾叔送来的啤酒，瞬时间我就感觉哎呀多了。谢谢勾叔啊。把勾叔发一下，把我勾叔发一下。天涯哥都进咱六九军团都好几天了。勾叔刷错礼物了，没错叔。别听我们瞎说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你就等会儿再刷的时候我们改成气球就行，没错没错，谁说有错了？没错，我高叔刷什么都是对的。没有，高叔特意刷啤酒，好几天没见着，我自己先干一杯。这是你这是出差了吗？没有，这不母亲节了吗？我现在出来我们溜达溜达。
那个麦序调整一下吧，听到哥报到一麦，不行，他要上一麦的话，我就出不了视频了。他顶天能上二麦。满足你的笑，欢迎我们家韭菜。忍不住偷偷的想你，让自己认输。不行，那个班晨哥，你要上一麦的话，大家就看不着我了，就顶天能上二麦去。睁大眼，傻孩子的炫目。家人幸福快乐，家人幸福快乐就好。嗯，但是没事啊，我带着我小机箱出来的，不耽误直播。但是唯一一点呢，就是有点，就是觉有点不够睡感觉。你的心也好像在加速，还有你，因为还得那个早上就起来出去就开始溜达，就感觉还没睡醒呢就得起来了。手心里深深的温度，我确定你能感到一阵。因为以前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睡到自然醒，就是也出门的话根本也去不了什么景点什么的，就那个啥了。就回来了，回来完了就直播了，什么都半拉客气的啊。你哥你是哪儿的呀？啥时候来深圳请你们吃好吃的？我不敢去，我害怕我胖了。你等我瘦瘦的，完了我需要长肉的时候，我再去你们那儿，你们再安排我。你说好不容易瘦了两斤，你说去那儿一顿招牌，不叫招牌叫啥了，安排。这辈子不缺的不是钱，而是肉。我告诉你，永远都不会缺的。确定你就是我的小幸福，爱你到世界都停步。我确定啊，这个问题可以解决，天道哥可以直接连你麦就行。不行，凡尘哥，我告诉你哈，4823呢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能站一麦，他站在二麦可以出视频，他要站在一麦呢，他是不能是必须是紫的橙的紫色的，必须是在自己的直播间才能出视频，别人在他直播间一麦是出不了视频的，只有我连别人是连不了我的。哎呀，还得我给你普及一下知识，凡尘哥。你能感到一阵小幸福，热身召唤过一过啊。坐牢就可以了，还差19个，还差19个。嗯，你瞅瞅急的，脑错了，我又忘了。有的时候聊聊天就忘了。这个开完之后就会有一个小牌儿，前面有个小企鹅的头，就是咱们家的真爱，抓紧。好的，陌路哥，我看你是着急要听歌，不像你的风格呀。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没有过的大猫菲儿过一过，18个了。我相信的话，我看看不能弹窗嘛，还没到1个小时，还有16分钟。没有帮菲儿过的可以帮菲儿过一过，已经完成19个了，谢谢大家，抓紧。OK， 抓几个？那你们得扣文字啊，就是抓了，嗯，嚯，你们有我的真爱，都抓了你好几回了，你也那啥。啥行不那个哥，你那个啥我现在看不了，你等我一会儿能看的啊。差25个，还差十个。兄弟们你别发了哥，现在都抢不着，你先别发了，你就那啥吧哥，你就过了之后你刷个天使么么哒的，他们就代替发红包了。嗯呐，我就帮他们收拾了哥，你们就别发了。嗯，啊那个还差一个 ，OK， 过了，哎呀，过了。嗯，他们告诉你别发红包嘛，嗯，红包真抢不到，为了我们这个
为了我们的战肉过去了，能给谁？我都有点忘了咋唱了，这都好多歌啊，都不会了。感谢我们的红领巾哥。我把车子开上五环，我把车子开上五环，啊，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，什么都不管，我就是要上五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有天我们必须要去那八环，北京的交通为你放花篮。我车子不甘心啊，晚上好，谢谢我们的白白哥、白岩哥。笑容呢吐出了叹气，你还想看什么？欢迎今天卡上我了吗？谢谢红领巾，谢谢。快点上五环，因为过去先上先赢。我把车子开上五环，我看见了云哥。五环啊，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，什么都不管，我就是要上五环，耶耶，五环五环，耶。五环五环，这是五环五环，什么都不管，我现在就上五环。不，歇会儿吧你。呀，等会儿啊，我今天这个有点忙，都谢谢我们。Hello， 晚上好，谢谢我们的唐龙哥。我的胖呢，哪去了？这哪扎了？胖，啊对。我先发的那个云哥，我到晚上不行，手机那个啥胖哥家呢，我忘记了，我还说胖家下你没法加，一会儿我下了直播加你哥啊，谢我们的小二，谢谢。今天这么萌吗？还好吧。那这么感觉今天不太一样吗？小二上盘酸菜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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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刷个存在，谁天生宅，爱情只靠下载，谁又加班十二点泡面晚餐，谁欠了买的这一次由谁买单。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备胎，大不了晒晒太阳多聊点暗，你真孤单谈恋爱孤独自寒，也懒得管他爱不爱的烦不烦。
晒太阳多有点寒，你很孤单，谈恋爱焦虑自寒，也懒得管他爱不爱，都烦不烦。小老头啊，谢谢我们的无敌，谢谢万年哥，也谢谢我们的前世记忆哥。我有点事先下了。好的，雪狼哥，你没事的时候你都回家看看我们，我们都可想你呢。就是你就往这一站，费人什么都不怕了，真的老有底气了。谢谢雪狼哥，谢谢雪狼哥送来的礼物。小狼哥，你去忙吧，祝你办事顺利。不忙了再上线看我。拜拜拜拜，大家跟小狼哥拜拜拜拜拜拜。每天都想陪人，那你就每天来看呗。来个真爱召集吗？还有一次，那就行。下方没有过真爱召集的，大家帮菲尔过一过真爱召集。那我弹一个小小窗，我看这回的速度能有多快吧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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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月亮的日喀则，当过的南都，当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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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欢迎飞猪哥啊！欢迎飞天猪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白脸哥。下方有那个真爱召集，没有过的话，大家可以把真爱召集过一过，真爱召集也挺不容易过的，其实。老大，今天是温川的纪念日，唱一个天亮了好吗？先来吧。他们要听那个离别的车站，等会儿给他们找一个离别的车站。离别的车站。等会儿啊，因为我这个我没有键盘。有点，那要不你先来吧，我这没有键盘，我得打，跟那个软键盘打。好，我随便来一首啊。感谢人生，谢初晴，谢谢。一首五分。星河长路漫漫，
散，谁叫我伸手不放，谁让我爱恨两难，到后来肝肠寸断，幻世当空，恩怨循环，生命里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贵一人为师，生死无关，善恶浮世真假界，缘尘三聚不分明难断，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，金箍当头欲说还休。感谢江哥，谢谢，感谢琼诗啊，谢谢。来，剩下时间交给菲儿姐。好嘞，那我就来一首老歌。哇，谢谢听侠哥，大家有想听的话，我可以帮菲儿找找想听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深圳哥。谢感谢谢谢江哥，感情诗，谢初晴，这是阿正发我的吗？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我一会儿再感谢。感谢三四二一哥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对面大哥承让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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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恒哥，谢谢谢谢。那个你现在在哪儿呀，菲儿姐？出差了吗？这是？嗯，没有，我这是母亲节了吗？每个人都问我母亲节了，陪着我妈出来走一走，以前都没有陪她溜达过，突然觉得哎呀，爸爸妈妈。头发白了好多，感觉该出来带他们走一走，所以说带着笔记本啊什么的。嗯，感觉做了主播之后，应该就是会陪他们的时间就少很多了。你时间肯定大部分都在直播。
心思可能心思多于直播上和网络上嘛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都习惯了嘛。其实现在我也是这样感觉，都习惯了。全心全意的那种投入，可能就忽略很多。对。哎，你们现在就是在外面玩个几天再回去吗？嗯，准备玩个3天左右吧，3-4天左右。人多不多呀？现在？嗯，大街上今天老太太特别多，你买衣服呀，全是老太太可多了。康乃馨涨价了吗？那个，咱不买那个，咱们就买点实惠的东西，买买衣服啦，买买这个吃的啦什么的。鲜花其实还好吧，鲜花的话。还没送过我妈妈呢。以前上学那会儿就好送鲜花，那会儿不没钱嘛，就是几块钱可以买一朵花啊，然后上学就天天拿朵花就回去。是啊，送老师那时候还，那时候送老师送康乃馨，那时候会，那我也没送过，我好像没有送过谁花，就不会送，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实用。觉得因为那时候送老师啊，就是同学都送啊，你不送的话，你就可能就是第二天就老提问你之类的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，就还是要送一下。都是逼迫的是吗？对啊，有的时候可能说，哎，班级说，哎，给老师买个这个，买个那个，或者送什么。你要是不参与的话，同学就排斥你，是这意思吗？没有吧？老师吧，老师会吧？我小的时候会，真的见过。那老师那么多学生，他能记住吗？谁买谁不买？就你给他了，就是你就可以坐好位置那种，大概就是那种，有一点点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，菲儿姐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谢谢我们的圆儿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有红哥。在以后啊，不管连着谁，大家千万不要骂人，嗯，知道吗？骂人的话，你有理也就是没理，不好。你看，一般的时候就是动手的人永远是吃亏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默默的，你就不要出声就好。啥都不要说，不行说啊。唱完吧这首歌，这个事儿过去了啊。痴痴的盼。
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哈，宝贝咱不纠结了啊，我们是你们是最棒的啊，那六九军团也是最好的，也是最有素质的，听见没？也许是人家忘了呢，对不对？不能一棒子把人家害死呀，对不对？把咱这个交朋友的路都给堵上了，慢慢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啊。你们叫什么？我吗？还是刚才那个歌吗？刚才那首歌叫离别的车站，我叫菲尔，我们家叫六九军团。哥，你想问哪个？啊，没事，那我全告诉你了。我们的最后呢已经达到了59了，嗯，非常棒。哎呀，下首歌是什么了？我找找。啦啦，谢谢我们的红哥，也谢我圈姐，还有我们的骑着兔子奔太空，以及我们的聆听者，还有风过无痕哥，谢谢我的强哥，也谢谢我天下哥送来的飞机，还有鱼群，谢谢我的圈姐。嗯，也谢谢凡哥，还有花海哥，以及我勾叔，还有我们的西武，还有夕阳武士，以及我们踏雪无痕哥，还有我们的小季哥，海之南，以及吴有红，谢谢深圳。啊，下首歌是有船吗？是吗？哎呀，真棒，你们是最乖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你的梦，哒哒哒，你的真心的面孔，哒啦啦啦啦啦，好像不如爱无非。感谢吃鸡哥，谢谢那小子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看见了，感谢梅木哥送来的星星，谢谢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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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！感谢梅木哥，感谢木生哥。感觉哥哥们叫你杀星星，把球留着。对，杀星星，把球留着。大家有这笑话，鬼哥，感谢鬼哥，谢谢鬼哥，感谢我们的白岩哥，谢谢鬼哥，谢谢陌生哥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鬼哥，谢谢天叔，谢谢。有时间就可以杀星星了，谢谢我们黑板哥，谢谢谢谢我鬼哥，谢谢我鬼哥，感谢鬼哥，谢谢鬼哥。有1314的星星，大家可以刷1314的星星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福哥，我还觉得好麻烦。谢谢谢谢，鬼哥记得快点抽奖，还有9分钟就不能抽奖了。谢谢我们的福生，谢谢我福生若梦哥，谢谢福生若梦哥。感谢陌生哥，这个付不了了，这个是付不了了，那结束了，这付不了了。你付不了仇了，我可以付仇了，因为你没付仇成功，我也没赢了你，没超过那个票数。哎呀，休息一会儿，休息。不是你赢了。我没赢，不是，我这里有一个复仇挑战啊，我这里有一个复仇挑战，好像可以复仇吧。啊，那你一开始那点不复仇了，不复仇了，不复仇了、嗯、要不然那个啥，时间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，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时间太长了，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累了累了累了，可不是咋的、嗯、可不是咋的。嗯，就是他们飞了也没事儿，就是他们飞也没事儿，就是咱们保证进那个啥就行，咱们保证进前30就行，哪怕就27、28也可以。起飞了吗？都别吵，别吵着，稳着，我给你们看着，嗯，我给你们不会看的，我给你们看着。没事儿，就是27、28，只要不掉出30，咱就不用开始飞。哎呀，我都好近到这儿，应该没啥事儿。没事，三十是15，跟咱差3万7。没事的，应该是没事的。
什么人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二锅头。店里的牛子，韩旭指定得上，旋律也得上，小号也得上。我给你分析一下哈，他得上，他得上，他得上。他我不知道了，他也得上。哎呀妈呀，是啊，我不对不对呀，这后边人都可能上呀。在后边的这个就不知道了，进入小静娃这不清楚。就是我觉得哈，他们这几个，我觉得这几个哈，他不会上吗？啊、嗯，上也来不及了，应该没事了。哎，他们都没上耶，那谁上来了？他刚才排29嘞。小蹦上来了，啊、嗯，小蹦上来，我25了，看看今天又上的吧。哎呀妈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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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了，都飞了，25了。应该没事了，他们上也来不及了，应该是没事了。分上去了一个，差的不是特别多吧？啊，这是又一轮了吗？这是又一轮了吗？啊，这个是又一轮了，完事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一天挺吓人的，差的差不多，没有差太多，差一组飞机也就差一组飞机。嗯，周星啊，周星不喜欢刷星星，大家可以刷你最棒。嗯，阿卡把你最棒给我吧，我看看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棒棒糖，这周是棒棒糖吗？我这不显示。周星吗？你们看一眼，三毛的和一毛的都是什么？不是棒棒糖。还有我们的韭菜。还有就是这个包的宝宝。哎、来吧，水球了，开始。哎，晚上好，宝贝儿。晚上好。嗯，你这是换地方直播了吗，宝贝儿？没有啊，我在外边没回去呢。你在哪儿呢？广州啊。广州，去千和的、嗯、还是怎么样？出的去溜达溜达。那你现在是手机直播吗？电脑啊，我搬着电脑。不是，你搬个电脑出去就是去广州。嗯，因为可能要你太有咱这笔记本吧，三天吧，三四天。笔记本吗，宝贝儿？电脑。不是，你前面挂个主机，你后面背个显示器。啊，小型的，比较方便用的，小型的。一会儿你把你这台电脑，你拍个照，你发到我的微信上，我看看是什么样式。你让我想到了曾经我脑子里的一个画面。就两哪这么大，两哪。前面挂一个，一哪半吧。前面挂一个显示器，后面背一个主机，完了之后就这样勇闯电脑。谢谢。来吧，菲儿，你给咱们唱首歌。行，唱一个啥？姐，你想听啥？这是人的命啊，天的定，这首你会不会？会，来吧。人的命，天注定。人的命，因为我这个啥，我这个是没有键盘。那你怎么打字啊？电脑上有键盘呀，它就使那个啥键盘了。哦，你看，就这个键盘。谢谢。完，大家求求可以帮我走一走桥下，谢谢。Check this out.谢谢，这段子好长，谢谢陌生的，感谢陌生的送来的经理，谢谢。
上下雨地上流啊，四季轮回永不休啊，将来青山楼白楼啊，功名利禄不强求啊，难想到来女享受啊，人的心思难猜透啊，问君能有几多愁啊，买车买房还没有楼啊，人的命啊天注定啊，何苦拼了命去争啊，人生岁月岁月无情啊，顺其自然万事皆成点点热度榜，来吧，正好我 OK， 我来休，我去休息一小下 ，over 了，洗手间去，是吧？帮我维持维持啊，姐，交给你了啊，交给别人，好嘞，真的。有人唯利是图，有人精打细算，有人满不在乎，他们竖起了耳朵才喜怒，裂开了笑脸。想想生命当中有多少所谓的错失。都是因为我们心中不够坚持，我们心中不努力，我们不去接受，然后我们经常会自欺欺人，我们经常会说哎，我这人命不好。可是你有想过吗，我们命再好不都得去拼吗？不都得去努力吗？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句风雨之后会有彩虹，我不知道风雨之后会不会有彩虹，但是这条道，电台的这条路，我既然选了，我就会风雨兼程。谢谢新郎哥的礼物，这首歌送给菲儿家的宝宝，也送给电台的所有听众。其实我一直说过，东北绥化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但是这个很小的城市出了两个主播在 YY 上，一个是唱歌贼逼好听，一个是熬汤贼逼牛逼。认同孔令，谢谢新郎哥的小鱼儿。有人撞破头颅，有人原地踟蹰，我们等他们压差一点儿。大哥你去哭一个，我想在平凡世界。看见了吗，我就问你，我这老乡够不够意思，趁着我们家飞人上厕所不能赢的呀，咱们不能干这档的不是人的事儿，姐够不够意思？就差两块钱，不对，三块。谢谢新郎哥哈，飞你飞，牛逼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技术活。我跟菲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。我们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，喜欢跟讨厌我们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因为在我们的世界当中，我们觉得不需要讨好跟取悦，我们两个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，做好自己，自然有人为你鼓掌喝彩。这首有人送给大家。落下时才看见楼里多少难以启齿，有人白天笑脸迎着敷衍虚实，只为半夜酒后看泪说的声。看见了没有，反正我就问你够不够意思，我就问你，你拿计算机去，去去拿个计算机，你算算，你算算算算看看差几毛。因为我去跟我家小哥哥说，我说爷爷飞儿上厕所了，我们趁着人家不在打人家好像不厚道。踩我脚，够不够意思啊？你就差三块钱。对吗？你在那边待几天啊？我在这儿，就是十。你要是有空顺便来石家庄的话，十四号吧，十五号、十四号左右。你要是有空顺便来石家庄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出去溜达溜达。行，我一定去找你。吃喝玩乐呀！必须跟你好好聊聊天，唠唠，真的老贴心了。
你确定吗？你别忽悠我。回来啊！我相信你，真的。真的啊，那你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东北，嗯，东北的话，一时半爽还真回不去，除非我到时候就是，可能就因为上次回，就是因为办护照带老太太去法国嘛。完了之后呢，我跟你说，石家庄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石家庄有一个全中国最牛逼的桑拿洗浴中心，全中国最牛逼，就连广州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都比不上，那是真的豪华奢华。厉害的。这个就是有一句话叫做"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"。嗯。欢迎三首歌，谢谢凡尘哥，谢谢麻雀，谢谢小灰灰，谢谢电脑哥。哎呀，我的二百差不多了吗？这不，我就看我的二百差不多了，你看看看看看，有希望的，有希望的，二百咱就下，二百咱就下啊！真的真的真的看，我接保姆 ，OK， 好嘞，嗯，一百八。妈，这俩一定是放的鱼，都是180，我看看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个太好过了，这个太好过了，谢谢，大家有水晶球的帮我走走水晶球就行。丫头周星鼓掌提醒稿，这个周星现在是啥呀？我都不知道啊。我这边不显示啊，嗯，周星，对呀，八正应该是往后挪的，我记着，嗯，是不是你最棒那个手指？没错吧？嗯，对，那就是你最棒那个手指，那个手指，让那个手指是不是就对不？嗯，咋样？目前第三名，我这块看不着，我得重进直播间之后，你们那边可能看，我这边都没有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没有周星的标。不开了，不开目标了，都挺帮我的，没少刷星星啥的了，谢谢我姐。哎呀，第三，行。这个呀，这个再研究，待会儿的。谢谢我姐，我姐又来给我凑榜来了吗？谢谢，来了老弟，我会唱个歌啊，我唱个歌，欢快一点的。道不出你的所有，像鱼儿傻里游，明知道没尽头，却不拔头不学留，爱你还是蜃楼，像泡沫般游走，虚幻的无所求，第一次我见你竟然带过心跳的发抖，拥抱这片宇宙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出去你的眸，是静静直到流，38.6，二百我就下，现在180，180，来过任务了，笑着孙霞，很有趣。我姐每个号都是过任务，都是。Hey!
逃不出你的所有，相遇而傻理由，明知道没尽头，却不怕斗破血流，爱你还是蜃楼，像泡沫般游走，虚幻和无所求，第一次我见你竟然开口，心跳在发抖，拥抱着天舟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思路，下眷恋人哀愁，想触及你的梦，是停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，我的像那电流，在38度流。拥抱这片宇宙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触及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，温度像充满了电流，拥抱的发了头，不放开你的手，我咽下了等候和全部爱你的理由，这世界跟我走，从黑夜到白昼，我唯一的要求，我们的爱永远停留在38度流。
完成，谢谢小威哥，谢谢我们的花生海随遇而干哥，以及如风，以及我们的豆豆哥，唱得好唱一条歌，还有我们真心快乐哥。啊，还在，我这就下了，听下歌，完了你也要早点休息。谢谢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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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兄弟们 ，OK， 完成了，终于完成了，终于完成了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好嘞，我姐，谢谢我天下哥，还有我听脑哥的小号，听脑哥的大号，还有我们的翻城哥以及我们的心理哥，还有我们的鬼哥以及我们的夕阳武士，还有笑看风云哥，还有小二以及聆听者，还有雪狼哥以及我们的韭菜，还有花猪，谢谢我们的花海哥，还有陌路哥，还有三宝哥以及我们的侯领巾，还有东辉哥以及我们的油沟呢，还有我们的安妮尔，谢谢。嗯，谢谢我康哥，谢谢海之南哥、小威哥、云哥，以及我们生而为然哥，以及我们的迷茫人生，还有有沟，谢谢逍遥，谢谢我们的哲战、陈沙哥，还有我们珍惜快乐哥，还有雾。天不因我而变，今天好像好多都有这种词儿啊！谢谢我们的天涯比邻哥，还有天书哥，还有原来如此，谢谢我们的温柔，还有倾城哥，还有好长，还有呼兔，还有差一步，以及我们的烟雨清水哥，谢谢我们的龙贝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魔哥，还有我们的强哥、唐龙哥，以及猫耳，还有追梦哥，以及我们的秀姐，还有风过无痕，以及我们的笑书神、笑书神侠奇、碧鸟、渊。这念啥了？这是鸳鸯的鸳吗？鸳是鸳吗？是鸳哈。嗯，还有秀老弟、开火哥啊，还有我们的花生哥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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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满，下播，好大一只鸟，嗯。这鸟头上有怨气，怨由头上生。不能进入魔道啥的呀。嗯，雪狼哥和心理哥都可以加副好吗？大家能加的话也可以加一下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，以及。更感谢就是我们没有上榜的，还有咱们家的一毛党，以及每天做摘肉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上方有一个摘肉，那个不是摘肉，叫啥了？就是那个，就是上面那个能打榜，就是帮飞再打下榜就行了。就是圆满睡觉，大家都累的话就去睡，不困的话就可以去我们的七彩旗下的主播那可以溜达溜达走一走。对，热度榜，谢谢天岛哥，天岛哥，嗯。天道哥，你有两个选择现在。谢谢我们东辉哥，还有我们的贝贝，唰唰唰，哎呀，这唰唰唰唰唰的，唰唰唰。你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你最棒；第二，星星（括号鱼、水晶球、樱花）。师傅。哎，花海哥，你可不可以进来呀、啊？花海哥，嗯，哎呀，这个图好看，等会儿把这个图复制一下，复制一下发到，我看看发到哪儿呢？嗯，发到我这里吧。哎呀，这个图好看，花海哥给我截的。第三，我继续云游四海，嗯。还往哪儿游啊？现在天气多热呀、啊，在中暑了。现在天越来越热了。
在多热呀，这天我都在这儿都不行了，热的可别出屋了，就在家里挺好。师傅没第三呢，嗯，没有第三呢。这样，最后那个啥，那谁找我，那个彩虹找我。彩虹找我，这样连一下，大家没有投票的话，帮那个彩虹去投一投票，谢谢。嗯 ，Hello， 师傅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师傅。嗯，你那投票咋样了，宝贝儿？嗯，一直在撵着呢，就是两万多票，我们这区太难了，师傅。就两万多票了，还第三呢，他们几千票都第一了。是啊，你们这个区域咋这么猛呢？这两万五还第三呢？那两万五还第三呢？但是第一和第二都没差太多，嗯，反正也差一点。那你不第一不能睡觉，你必须得给自己定个目标。啊、你要不能第一的话，你坚决不能睡觉。你就像我一样，我每天贡献榜榜不到200不下直播。我昨天晚上也是啊，我说必须让自己第二的，所以我差跟第二差1000多票。哎呀，这衣服好看呀，才发现。啊？这新买的衣服吗？嗯，好久了，就是以前不穿这么稍微有点露点的。正好过了12点，大家没有投票的话，可以帮心如投一投票，谢谢。叉叉6万多票才第二，嗯、你跟叉叉是一组吗？我俩不是一个组的，他那组也可狠了，他那组第一9万票呢。大家方便的话就投一下啊、哦！谢谢。对，那大家可以去的话，有小号的话去帮投一下。就是正好我也要下直播了，那个、嗯、完了大家都去吧。一会儿那个让场控老师发一下飞机票，旺财投投票。好的，谢谢。点那啥，他那组更猛，他那组真的都快10万票了，不知道怎么的，那么多票。嗯，就是每个大区的他不太一样，师傅。嗯，你叫错名字了啊。就是、你刚才叫我心如了，没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谢谢我们的幽灵哥，谢谢。有的时候跟心如聊天的时候就找我查查，哎呀妈，这一天脑子都晕。跟查查聊天的时候，你说我找谁？找雪儿，有的时候都没治了。有时候跟雪儿聊天也找你。哎呀，谢谢我们的人，有的时候下直播他们找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好几个人找我嘛，一找我的时候，哎呀妈。我就排队，我说等着，嗯，师傅你方便的时候你再说怎么样？哎呀，脑袋就混抢了。完了跟你聊完天了，还感觉给你挂了已经哈，给你挂完了之后，完了跟心如聊天呢，跟叉叉聊完了之后跟心如就来，我说叉叉咋地的，心如也没吱声，有的时候。谢谢，感谢师傅家的小哥哥们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行，那我辛苦了，快下直播了，大家都去吧。有小号的话，把小号也投一投。好像他们好几个有的不在一个区的，你可以重复投。哦，我跟那个嘉欣，还有那个细宝，我们仨是一个组的。你那细宝现在排第一吗？他第二。他第一是一个那个。第一是那一个就户外的，嗯，行，户外的，大家没有投的话、嗯，这是我的小徒弟，大家可以投一投。谢谢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谢谢大家，嗯。关键是没有手机，得手机用户才能去投。嗯呐，电脑不可以啊，他就 PC 端不行，嗯。嗯，哎呀，师傅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呀、啊，嗯，14、13、14、15吧，14、15。哦。14、15左右。嗯，大家没有投的话可以投一投票、嗯、手机只能投一个吗？就不是一个区的就可以投，没事，你们先投。对，你们可以相互投，就是只要投完我也可以投别人，都可以的。嗯，都可以的，好，都可以的，投的就是得要一个设备，必须得一个设备。跟第二差多少？第一。嗯，第二和第一啊。嗯，第二和第一差1000。嗯，那你我和第二差。我前两天不是去长春了吗？我就没太播，但是那啥我是第一，就飘升榜2天内拉票最多的是第一，嗯，就这个就26000，这32000，喜宝32000，然后第一的是33000，就是前两天多少个人投票你能到第一？这个是我是第一，嗯，这是啥呀？这个是就是排名飞升，就是2天之内拉的最多的，就是昨天加前天最多的。也行呀，
可以、啊嗯、这个是第一，因为我不前两天没播嘛，其实要不然我要是前两天要是拉票的话就不能第三。估计能拉票哪里去。对，嗯，因为那两天不是正好嘛，就是出去去长春去照了个那什么嘛，照了个写真嘛，就没播。嗯嗯，再以后照写真咱们一起去照去，我觉得我照相。哎，雪儿也说啊，雪儿说就是那个你们在那个北京照的可好了。嗯，等会得跟那北京那照相台，咱们可不可以组团啊，师傅？对呀、啊，得给咱们优惠点啥的，太贵了。哎，可贵了，我照的花三千多呢，三四千呢。你照的呀、啊？嗯。那没有那么贵。我关键多呀，好几十张啊。他那一张六、嗯，一张是690，一张700吧，加一张是200、嗯。他那个贵。哦，欢迎天道哥啊，抱一下，嗯，欢迎，嗯，然后我那天我还说了，雪儿不行的话，就是那个他说你们照的少，就照了一张两张这样子，嗯，就是一张两张这样会便宜一点，嗯。哎呀，我看看这屋里边有多少人，兄弟们，完了就是能用手机的话可以去、嗯、看看能不能，你看现在是多少票了？现在是27000多票。嗯嗯，你看帮他投的能不能投个30000呀、啊，或者多少的？大家有小孩的，咱这待一会儿，让他待一会儿也行。去看看对，待一会儿会有那个五票。数字往上涨，这数字可快了，你知道吗，师傅？我今天下午播了快5个小时，我才涨了2000多票，才3000票，你知道吗？播了4个多小时，才差不多3000多票。嗯，完了还是咱家的人比较多。嗯，过来给我投一投。只有手机用户能投，只有手机。对，还有九儿师姐家，什么大丫家的呀，大丫师姐家的，嗯。他们都没参加是吗？没有，他俩没参加。嗯，还是好，对，有人帮忙、嗯、还是好。对，找外援。对，我大丫师姐问我，你啥时候解宿啊？哎，他们说你直接过来上义卖方便、嗯、是吗？那你过来吧。啊？那你过来上我这来吧，我直接我也要下直播，你来吧。能行吗，师傅？没事，过来吧。他们说你要是站义卖的话比较多，我就害怕不是那个啥呀，就像上回似的再不是。你来吧，哦、来吧。彩虹，给你普及一下。嗯。那你过来吧，过来吧。正好我再聊5分钟，我们就下休息了。正好我也关直播了。嗯，好的。清雅说没用呀。那别的了，师傅，就这样式得了。嗯、就这样挺好的。嗯、我胆儿秃啊，上那块站一麦去，我是吓人呢。还是算了吧，师傅。没事没事，你来吧来吧，正好我这边休息、嗯，你来了正好我也就不播了，我就不播了，聊会儿天正好兄弟姐妹找不着你家在哪儿，嗯、正好。没事，我你就可以点个关注就过来投投票就行，谢谢小哥哥们。这个我告诉你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我心如去了。我告诉你这个，其实我告诉你，彩虹这人嘴特别的笨，不一点都不会，就是说那些花花呀东西，从来不会，有啥都不会的那种。嗯、特别，他那性格就特别的温柔。来吧来吧，电脑可以投的，电脑也可以投，那你来吧，过来吧，来。嗯，行，那我就结束过去吧。嗯，谢谢师傅。嗯，感谢师傅，客气啥这一天。哎呀呵呵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、嗯。他不会飘的，放心，他不会飘、嗯，特别那种扎扎实实的那种。飘是不能的。他这个我就告诉他，我告诉他咋说话，嗯、我说人家来了，你要怎么说话呀、啊、啥的，不会，就还是那种可温柔了，就特太安静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太安静了，太温柔了。永远都是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像做什么事情特别娴熟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慢慢悠悠的说话是师傅。我以为你叫我师傅是吧，等他来的话你给他抱一下，嗯，给他抱一下。丫头在酒店吗？是啊。大家没有过摘肉，先把摘肉过一过。你到他在义卖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刷那个摘肉，因为他在义卖的时候是不能收的，嗯，比较厚道憨厚的那种，就属于那种。我看哈，有的时候从来就是可能这个说，哎呀不喜欢那个不喜欢，其实好多人都对彩虹真的没有一个人说彩虹，哎呀咱咋不行的，他啥都不争不抢的那种，憨，对，比较憨。那行，大家不要刷那个啥了，不要。